怎么样，我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独具匠心吧？棺椁过大，甚是浪费。我就是为了让你从简入奢，以后那种小的棺材你都不想躺了，何况还有我陪着你，以后你就不会孤孤单单的想走了。干嘛？夏立波就不要逞强了吗？啊！手，放肆！悠然君，我用小红纸剪了一个小人，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摸一摸，别捏坏了。还给我吧，等着啊。这个就算悠渊君的葬仪了，这个小红人替你凤凰涅槃，而你现在是浴火重生。我知道帝君你万年来都不庆祝自己的生辰，那今日就当成你的重生日来庆祝吧。你这一套一套的都是跟谁学的？悠渊君，我唯一的愿望便是希望你可以放下所有的束缚。你不是谁的英雄，也不是谁的血脉，你只是你自己。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普通人。应渊，今日并非平常，过往万年我的每一个生辰都是在公务和战火中度过，这是唯一一次例外。谢谢你。别动，放肆。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人家凡间有传说，说如果拿到神仙的睫毛许愿的话，便可以心想事成，真的。哦，是吗？嗯。那就一起试试吧。天命顺应，生死默念，我义气最深，别无所求，唯愿严胆大，永保喜乐，一生无忧。各路神明，请你们一定保佑应渊君战胜火毒，康复如初。无论他有多想求死，都不要听他的话，拜托拜托。